起这寂寞的海域。米斯康，就是他，骂我的就是他，在101骂我的就是他。施总，您是说在101对你不尊重的人是蓝晴晴？他就是施总，又一个怪物家族成员。不尊重，比这个要严重千百倍。他是侮辱我，侮辱我们整个家族。你才是鸡，你们全家都是鸡。你，对呀，你敢打我吗？蓝晴晴，怎么回事啊？快向施总道歉。我，那个，你敢再说一遍？你敢再说一遍？你敢吗？我敢，我再说一遍怎么了？你敢？你施总，李子章，我再也不想看到他，要不然你也走人。啊，我不要。蓝晴晴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快点向施总道歉啊！道歉？道歉就免开尊口吧，我是绝对不会接受你道歉的，绝不。施总，可能是误会吧，蓝晴晴她是刚来的，这没有见过您，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跟她一般见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惩罚她，我扣她的工资，延长她的试用期，罚她刷马桶，让她永世不得翻身。新来的，在家没教养，在公司去管教。密斯章，你还等什么？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想看到他。你让他走人。施总，他已经是第八任助理了，我很难再找。密斯章，你不用再替我求情，这种工作我不干了，我走。慢着，把你身上公司的制服脱下来，走出这个大门，你跟公司就没有关系了。这样对我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我连你们也欺负我，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呀？你在哪儿？我在哪儿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不管你在哪儿，现在马上跟我回来。你凭什么让我回去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再也不回101了。我已经辞职了，这回你满意了吧？辞职？你为什么辞职？喂，喂，晴晴。喂，施总，您回来了。秘书长，晴晴是怎么回事？他已经被辞退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师总把他叫走了。喂，喂，师总，挂我电话，完了。
会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你长大的地方吗？对啊。我一直都很期待在我们结婚之前去看看你在什么样的地方出生长大，现在终于可以去了，我好高兴啊。幼稚无聊。喂，等等，你想怎么样？道歉。对不起，我从来不向女人道歉。喂喂、啊、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我小时候经常来这里玩。真的吗？嗯，我真的很想知道我小时候到底是什么样子。
谢谢。这么说，爸妈还有米莉，在法国过得都很好了。我们都很好，你呢？我也很好啊。其实去法国之后，我和妈妈都有给你打过电话。和爸爸妈妈回来看我，那样的梦好甜蜜。